前奥运体操冠军刘璇当妈了。10月11日中午，选美人在微博上载儿子的照片，但就看不到容貌，只是见到颇多头发。刘璇透露，儿子在于本月8号出生，并取了一个小名叫熊啾啾。刘璇语重心长地写道：“当妈妈是一个痛与幸福交织的过程，经历10个月的等待，小儿熊啾啾8号来到我和王涛身边，现在一切安好，与大家分享此时的幸福。”刘璇公布喜讯后，网友纷纷送上祝福。网友们不断恭喜刘璇当妈之余，还叮嘱她好好坐月子。更有网友已经等不及，催促她生第2胎，小名就叫气昂昂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前奥运体操冠军刘璇当妈了。10月11日中午，选美人在微博上载儿子的照片，但就看不到容貌，只是见到颇多头发。刘璇透露，儿子在于本月8号出生，并取了一个小名叫熊啾啾。刘璇语重心长地写道：“当妈妈是一个痛与幸福交织的过程，经历10个月的等待，小儿熊啾啾8号来到我和王涛身边，现在一切安好，与大家分享此时的幸福。”刘璇公布喜讯后，网友纷纷送上祝福。网友们不断恭喜刘璇当妈之余，还叮嘱她好好坐月子。更有网友已经等不及，催促她生第2胎，小名就叫气昂昂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